女人有下面的反应呢，才是真正的爱你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一定错不了。男人呢，今晚就回去关上房门试试这一招。相信我，就算他再能装，也能露出马脚。第一，爱你的女人啊，和你对视久了，她会笑的，嘴角不自觉的上扬，眼里面有爱的光芒。第二，特别喜欢黏着你，喜欢时不时的给你一个吻。其实女人的自控力啊，是掌握在你的手里的，前戏做足，能挑起她的兴致。所以呢，我建议你啊，要准备一个左颜右色的接吻喷雾，它能够改善嘴里异味，同时呢，让嘴巴香香的。关键呢，它能够提升你和她接吻时的体验，舌尖冰冰凉凉的感觉，还带一点甜味呢。哪个女人不迷糊呀？你信不信？当你给他一个霸道的深吻，他的舌头会不自觉的打圈，身体呢也会慢慢的缠上来，然后接下来的情节就心里有数了吧。相信我，把握这些小细节，你还怕女人不主动吗？担心担心你自己顶不顶得住吧。嘴巴里面香香的那种男人呢，主动去索吻，女人真的不忍心拒绝的。首先要知道，很多单身的女人呢，缺的不是爱情，她们只需要一个异性来弥补自己的需求。那些有魅力、有高级感的男人呢，就是她们的目标。开始呢，也不需要你对他负责，只要你给他足够的情绪体验，他就可以对你展现他成熟女人的那一面。但是有一点啊，男生经常会忽视的，但女人会非常在意，那就是嘴巴里的味道了。有的男生呢，有吞云吐雾的习惯，一说话呢，嘴巴里面就是满满的熏肉味儿。说真的呀，这女生是特别介意这个细节的。